现在是2018年的八月三十号的早晨10:30的时间。现在我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加拿大温哥华啊，这个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，简称的叫 UBC 这个大学。这是一所著名的世界级的大学，在世界排名的是第22位，去年排名是19位，在加拿大排名的是第2位。他现在呢有7000多名学生，这个这里的商科非常的出名，他最出名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心理学。这个学校山清水秀，校舍呢非常的漂亮，这个环境很优美，是一个校区宁静祥和，规划有序，学生是世界一流的学生在这里就读，尤其是加拿大的很多学生以到这个学校读书为荣。今天我来到加拿大呢，也让我们这个领略一次加拿大的这种风采，领略一下加拿大的这种教育的发达的理解，对加拿大教育发达的一种理解。加拿大呢是一个高度教育体系发达的国家，它从小学到高中国家是全免费，从大学上学之后自己只需要负责40%，国家呢提供60%的大学的这个资助。所以在加拿大它的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是比较高的啊。今天呢我来到这个 UBC 这个学校，我感到呢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兴奋啊，因为这种世界一流大学的环境呢给我提供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场景，也让我呢感受到了这个独特的教育体系国家的这个现实的状况。好，等一下呢我们就到他的主的校场呢去看一看啊。今天我的现场直播呢就暂告一段落，谢谢我们这个跟我录像的这个桂先生啊，他的英文名叫做 Bruce 啊，谢谢 Bruce， 谢谢 ，Thank you。